哦，对，还有个这个西瓜的杯子，我现在家里边满家都是呵呵西瓜视频的包裹的东西，还有2个靠枕，靠枕我是从船上偷的，啊，不算偷吧，硬拿的，工作人员不让我拿，但是我还是拿了一个。哎，米洛回家也开始每天除了吃就是睡，我看我给他洗个澡吧，怎么样，米洛？洗个澡怎么样？闲着也是闲着。米勒，来过来给你洗个澡吧，把水放着，就会突然间反过来了。米勒，过来，来，听吗？过来，好，抗拒也没有用，已经脏成这样子了，不洗能行吗？进去，进里边去。对，在家里边要给他多洗2遍。车上因为每次给他洗还要节约用水，我自己都洗的就很不怎么用水好好冲。哎，过来，过到这儿。待着别动，别动，等我把门关上再走啊！不听了，已经待着待着，别动啊！浴巾，米老的浴巾，等会儿啊，来，站上来。他知道这是他的浴巾，把它裹起来。啊，可以撸狗了，这个时候就可以随意撸。待着别动啊，自己擦啊。待着啊，不准动。哎，你还在这儿乖乖待着呢，没有找到梳子，只能用找到一把这个不常用的梳子给他梳吧，没办法。梳子在车上，但是他现在这个样子又坚持不了多久，先给他吹干吧。就结束了，洗完了，浴巾待会儿拿去洗掉。好了吗？没有梳子没办法，只用了一个，找到一个之前很久不用的梳子。在家待着已经觉得快要憋疯，才待了2天，电脑前面坐了一下午，开灯，哎呀。这时候应该收拾一下这个拍摄的设备了，好闲啊！现在又不想出去，天黑了，下去收拾车又太冷。这个放炮啊，一直没停止。我要去电梯口接东西。现在这个，买东西。我家楼下有个超市，他直接给我放到电梯里边，然后按一下电梯，我们就搬东西就行。你看，哎，送水，哦，全部都是消毒水味儿。你进去，这样就给我们送上来了。这样的就不用下楼去了，也互相不接触，需要什么吃的喝的都可以让送上来，下楼下就有超市。今天是小年初七，今天晚上放炮的人应该更多，每天就待在家里边看放炮。
那边那个小区也在放，天还没黑呢呀，就开始放烟火了。白天是雷，光光响那种，没有礼花弹。到了晚上，这天还没黑呢，但等不及了已经。哇，太猛了！我家这个楼层啊，刚好就是烟火要炸开的楼层，平着看出去就行。都能感觉到震动，四处都在放。小年还是有点这个气氛。从下边，确实有点过年的味道。哇！关上之后还好点，要快到吃饭的时间了。我们今天晚上吃什么？中午的饺子煎起来，蒸土豆、玉米、蒸南瓜，还有点熟肉、咸菜，喝粥。这个家伙又开始要在桌子面前晃了。下午给洗了个澡，但是没有给他梳，把毛梳得太好。明天我下去给他拿他的梳子，在车上的他梳子。我们晚上的晚餐，这个地方这个东西应该全国都有吧？你们叫什么这东西？我们这儿叫地仁。这个我之前吃过，这个是炸的，炸的脆脆的、酥酥的，吃也可以腌制咸菜，很脆，挺好吃。喝粥时候配一点还不错。